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黄的维卡重度游戏。今天呢，主要来给大家讲一下，直到前几期发生了很苦逼的战役的那个泰隆啊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KX 就是这个我们习惯叫 K 社啊，就是这个游戏开发商，他要加一种巡逻艇，叫做泰帆。Taipan Cutters， 这个就是这个巡逻艇英文名称，要加在这个27到33蓝图里面，造价是1000多。到时候的话，我会给大家造出来，然后演示一下到底是什么样，威力是什么。到现在应该不少人都知道巡逻艇的威力吧，在各个联盟。这样等这个更新出来之后，我把这个船刷二，然后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船的威力，然后本身思考一下，觉得泰隆嘛，还是方方正来说呢，还是不占个优势，所以嘛，小黄就把泰隆给改了，改成了突脸队。这种队呢，对打单的那种，比如融合三的仇恨或者毒液，或者是那个命运的效果非常强。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置，黄的四一板一，然后后推三。一个干扰射线三，一个干扰射线四，当然你可以选择两个干扰射线三，然后选择后推四，因为有的船嘛，比如像老玩家，他会带避雷激光，他带避雷激光的话，你船就速度就必须要求的速度就必须非常快，你船速度不快的话，还是很容易够不到他的船。但是融合三吧，不是融合三，后推三吧，主要是打一些。那些低等级玩家的船来吧，比如也不算是低等级的，就是新手弄了融合三融合二出来乱装那种，还有命运乱耍命运的那种，这得上去直接克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战役，好的，然后我们就等级太高了，换一个，28打28对吧？先看一下，毕竟这个队是有针对性的，打盲区比较多的还是比较有好处的，或者就是瞬间突脸那种。这队也是有点难打，不是有点难打，是非常难打。来吧，把 AI 打开，他自己会合船。我这是卡了，等一下哈，他自己会把船集合在一起，就是 AI 的一个好处。爆了一个，爆了两个，爆了三个，对面全都跪。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休息时间，
首先拆掉啊，这两艘可以秒修，只要一艘全爆发修修16分钟。哎，这修时间不是很长，对于他们毒液来说的话，一艘要修理至少修理50分钟，这样来说损失了4艘，他损失一艘远征的话还是我比较值。大家可以尝试升级一下 MK3 啊， MK3 的话效果应该更好更强一点，速度会更快，装甲师和拖仓什么还有灵活性也会更强一点， AI 操纵当然也会强。然后给大家接下来再讲一对，讲一下武器暴雷。暴雷队没有，并没有造全，只造了仅仅造了几艘。我也是建议大家不要模仿我这个，我只不过是给大家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概念。光盾四，后盾三，然后三个二级一版，然后一个磁力脉冲炮，一个暴雷二，一个暴雷一，顶配了已经。然后我们找一下吧，给大家找货船。当你就是和这些船打的时候，假如你不是我，你是我敌人，你一看会判断，哎，这是老激光吧，然后有的就开始狼狈而逃。但是有的心就是外表可以吓到人，因为这个正好是热岛激光的射程，然后有的人新手嘛不清楚，看见我打这个炮弹伤害力太小，于是就往上冲，然后就被突脸，就被你看到这个黄色的像喷子一样的东西突脸。我现在完全是 AI 状态，因为暴雷它首先它的射程简直低的不堪入目啊，1000左右，这开什么玩笑。但是大家可以从此看到啊，暴雷还是伤害还是蛮高的，对吧？而且我打算造一堆，然后下一期给大家讲一下暴雷突脸队，讲了这么多无脑突脸远征突脸队了是吧，该讲一下暴雷了。然后泰隆也成功变废为宝，然后感谢大家收看本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